他是。好不好吃？这个给谁吃？你吃啊？啊，吃一口，好吧？嗯。交给你。四个小光头，大米，有黄油，猜猜这两个有没有？520没啥可送的，送家人们一个小爱心。我先替你们尝尝。裤子也是47码的大鞋垫，从来也没吃过这么大。太难了，真的。这个不容易，这这是今天520收到的礼物。对于吃货来说，吃的才最重要。啥呀？巨型虾尾。